装饰是点缀、装点、修饰，装饰性的语言不是纹饰处理对造型空间的简单填充，而是装饰性的形态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。通过纹饰处理，可丰富装饰性形态的肌理效果，增添画面情趣，并体现创作者的表现个性。装饰性形态的装点与纹饰处理包含两种方式，一种是与自然形有关的纹样处理，通常表现为对自然结构纹理进行归纳概括，呈现更具条理的纹饰；另一种是与外形特征无关的纹饰处理，这种纹饰处理赋予装饰性形态综合美的特征，把不同情性的形象组织在一起，使形态产生新意，增添意趣。